今天我们要来一口气煮爆乐高全新推出的 City 扇子系列。搞什么搞什么？哎，阿星，他们刚刚自己全部站起来了。我刚刚不是已经拉人吞？搞什么搞什么？哎，阿星，今天我们一口气弄到了乐高他们全新推出的六款全新的系列。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很喜欢开车车，不是那种方向的开车车。听起来好像有点怪，但总而言之，我最近很喜欢开车车。然后呢，最近啊，我发现乐高他们推出了六款啊，跟车车有关的。虽然他们的车车不是那种普通的车车，他们的车车呢，都是一些竞技特殊表演的摩托车啊，或者是超级怪兽卡车啊。这个叫卡车吗？这已经是货柜车的等级了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口气弄到了六款，哎，上主他们全系列，好不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拆。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玩乐高了。我记得在一年前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两年了，那个时候马婷还在我身旁呢。我已经快一年，不，我已经超过一年没有看到他嘞，好夸张哦。总而言之，那个时候他在我旁边，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还一起煮乐高，怀念以前的日子啊。那今天呢，我们煮的这一些乐高，它不是只是普普通通煮起来而已哦。那个我们今天煮的这个乐高是乐高第一次推出有驱动功能的。对，有驱动功能的乐高。那我们先把这些拿下去，他们其实都有那个他们的名字，我做了小抄在后面。而且我这个小抄啊很丑，它是鱼。我有写，就是每一个它的名字是什么。像这一款，这一款它是以五岁以上就可以玩的。我就不知道我的观众有没有超过五岁啦。但如果你有超过五岁的话，你可以考虑把这一只买回来。那这一只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一只有驱动功能的乐高，它的编号是60298，所以大家要去找的话可以查这个数字。然后它的中文叫做飞天特技摩托车入门款，所谓入门款。就是那种连小朋友都可以组得起来，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把它组好的。听说了，但以我的智商，我光是可能开这个包装就要花到3到5分钟。每一个乐高呢，它一定都会有说明书，而且好像步骤就短短一页。我现在把这包给组起来，我来计时5分钟好了，好不好？要是5分钟我没有把这包给组起来的话，我就是个笨蛋。准备喽，3、2、1，计时开始。首先先把它给倒出来，通通倒出来。那接下来找第一步在哪里 ？OK， 第一步，我们要先把这个白色的人给做起来。这个白色的人在这里，身体，然后再接上他的头，哎呦，把他的头转正，长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我属于他的脸怎么有点迷因脸的感觉哦？来，我们把他的脚接上他的身体。这个地方可以找到他的帽子，他的帽子呢，我们可以帮他的帽子放上他的眼镜，这不是眼镜，这个叫做什么护目镜，他可以开关呢，有看到吗？他可以开关，蛮可爱的。好，我们把这个东西塞在他的头上，哎，咻，可以 ，OK， 把帽子戴好。好的，那这个角色就已经做好了，你先在旁边站着，可以请你站好吗，先生？可以请你站好吗？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就需要请你站好，你不要把帽子脱下来。好，我们把帽子戴起来，请你站好。好的，好，他站好了。我刚刚忘记帮他把他的假发戴上，所以我们帮他戴个假发，调到正确的位置，就可以成功的戴起他的头发。好，他的假发戴了之后。可恶，你到底要头发还是头盔？接下来我们来组这个摩托车的本体。2分钟，我还剩下2分钟。好，摩托车的本体，我试试看可不可以不看教学就给它用起来。好，非常非常的直觉，只要把它两个合在一起，就可以、直接把它拼起来。我觉得我不看教学，我中间你会漏掉什么东西。好，我最好还是看一个教学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组轮胎，那你只要把这个轮胎塞进去，它就有轮胎了。呵，紧扣，有了轮胎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呢？接下来。可以把这个车车跟这个轮胎合在一起，哎呀，这样子就合在一起了，它就可以动了，碎啦！接下来是它的手把，它的手把是这个，然后上面有这个地方，我们只要把它给拼起来，应该就可以了吧？我来瞧瞧，碎啦！合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有了手把之后，接下来后面这个地方有看到乐高传统的这个乐高的感觉吗？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我们需要把这个火拼上去，这是它喷出的火焰尾流。好，最后一件事情，把我们的乐高小人插在这个摩托车上面，有没有完成？时间多久？4分50秒，轻松，来试试看哦。
它是有惯性的，而且这惯性是它是往前推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到，你看哦，我的手被带走了，它是有一个感觉，里面应该是有皮带还是有什么东西在驱动它。好的，我们只花了五分钟就轻轻松松的煮好了一只，那接下来剩下的交给我来。但在交给我来之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每一只好了，好不好？来，这一个来，它的编号是60294，然后看起来像是怪兽卡车的样子。然后呢，这一个它的中文名字叫特技表演卡车。再来，这个来是60295，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特技表演竞技场，所以它比较多是场地。你有看到我吗？下一个，这个来，这个是60299，它是特技竞赛，应该也是场地。这种摩托车真的是很帅。然后再来，一样也是摩托车系列哦，这个叫做特技公园。为什么它上面还有蜘蛛啊？有一些超级巨型蜘蛛在那个地方。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还有一个笑品油，这个笑品油它是60297，它是冲撞特技摩托车，它一样是入门款。那等一下，我们就要通通把它给组起来，然后看一下组起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大概35年后再见，加美。组装完啦，哎，怎么感觉好像角度跟平常不太一样？没错，我换了另外一个地方组装哦。那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是卡车虾米虾米组了。对，我们把特技朋友卡车组给组好了，我们就来试试看，让我们的可爱的小姑姑穿过这些障碍物，然后最后撞到那个特技表演卡车上面。见真章的时候到了，来喽！去哪？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中了马田。我们再 try 一次，我们再 try 一次。哇！有了什么？有了什么？大成功！我们这里又布置好了，他啦，看我的观众席有没有看到这里的那个比赛的方式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跑道上面？这里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小车车穿越，然后撞到上面这个黄色的，然后穿越过去那个洞，希望可以成功的穿越过去。那我们就开始了。你知道这个姿势有多累吗？3、2、1，哦 ，Yes， 真到位！煮到太阳都下山了，我们把怪兽卡车给煮起来了，超好看，你看，超大超好看。然后呢，这一组它可以把我们旁边的这台小小车直接碾碎，直接开过去，直接踹出来看。3、2、1，3、2、1，哦，嗯，把它压烂嘞！它的车门，它是故意就是要给它碾碎的。当你开过去的时候，它就直接扁掉，来喽，要撞飞它喽 ！Go！这是什么超级英雄登场的姿势？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车车进到我们的厨房里面。这个厨房是一个很神奇的厨房，你等一下就知道了。来喽，车车 ，ready go！ 来了，到了，我们的主角。经过冰箱里面的时空穿梭来到我们手上，他们来到我们解边，就可以开始我们解边的冒险，然后表演特技。今天会开解一个，它是卡车，我现在就开始组解一款，等我一下，有点难。好，好了，准备好了，我们的卡车已经组好了，好像那个魔术表演的，然后上面有那个潜水员，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那个卡车里面已经附了一个超帅全黑色的特技的电单车，然后里面附了一个很帅的大叔卡车司机，帅司机，他附了两个跳台。好了，我们的特技表演，1、2、3，哇！只是不算，再解编过是不是？我们万镜重播。啊！
不要紧，我们还有主角表演之前，先跟观众挥个手，准备开始。哇，好强！通过，哇！果然是我们的主角比较厉害。我们试试看两步一起怎么样，会不会成功？你猜？咣咣咣咣！我们万镜重播。哇！算是成功，因为两步都同一时间穿过去了。我们再来一次。一、二、三。哇！我们今天难度最高的表演来啊！掉进鱼缸里，再来一次。哇！轻松，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表演很精彩？试试看最高难度，这是要穿过这个，转一下，然后再飞过去。非常完美的表演，你看这样玩起来其实真的很轻松，很好玩。我可以再这样一直在玩玩一整天，五个小时 ，5 hours later。哇，好了，他已经飞过去，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的冒险。另外这个系列最重点你看清楚，它是 LEGO City 系列，所以这个 Stunts 系列可以跟 City 的系列合在一起，这个车子可以在你的城市里面组成一个比较大的场景，或是他们会飞过一些他们从来没有飞过的空间，大厦就看你们怎么组合你们的城市。如果你对这个系列有点不了解，还有想看更加多他们还有的东西，或是除了这个卡车啊，还是有什么其他角色啊，还有这个 LEGO Stunt 系列的小游戏，你可以在说明栏可以找得到，看更加多他们系列里面有的东西，真的非常有乐趣。这是我们推荐的全新乐高玩具。Alright，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告一段落。如果宝宝喜欢的话，别忘了留下一个大大喜欢，快点去乐高的网站去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guys， 拜拜。很可爱。啊！钥匙。那边是绝对的吗？